杨子的偶像包袱真是掉一地，现场即兴发挥让人笑疯了。爱情就像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，白下面那儿风。好了呀。看到自己的吻戏，反应是这样的。我扎死的 smile 一下，没有任何。哎，怎么英文能让你说成这样了？我都不明白。一到十就是 one two one two three。大家好好说，不带下雨的行吗？王俊凯都看懵了。Bigger, bigger bag. Do you have a cucumber? Cucumber, green, long, cucumber.Have eggs. Go go go. Go go go. Eggs. 还是妥妥的魔术克星。把它卡住就好了，别动哦。造孽！你将没有办法抱起来这个箱子。一二三。当杨子遇到张一山，紫山脱口秀这不就开始了吗？然后我要有钱了，我就做一档综艺节目。欢迎大家来到周五的紫山脱口秀，我是主持人杨子，我是主持人一山家，希望可以越来越瘦吧。这可不是小愿啊，这很有可能是终身的目标。你说一个切实际的好不好？希望再瘦个五斤吧，这也可以啊。这个也挺麻烦的，可能这个愿望会延迟到后年。人都没人笑，你就很尴尬。你笑不就行了？这是叫你来的意义。逼疯黄子韬只需要一个杨子。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怎么又跳这个话题了？不是，你要没有男朋友，哥哥真给你介绍了。谁啊？给我介绍一个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你真逗，你看逮着个柱子，我还跳河呢。我洪雷哥和子韬这两个人哈，在你心里谁更有男友力？我肯定是保护你啊，杨子，咱俩吵归吵，闹归闹，别拿谈恋爱开玩笑。妈，我不需要。爆笑且说，《还珠格格》秀分全场。他说不当驸马哦，不当就不当。他生气，有生气咱就生气去。他是这样，我然后跳到床上。封面套，然后倒在了床上。他怎么这么生气？玩游戏时把人家轮气得骂骂咧咧。你敢得行？呀！没关系，任国超，你已经这种岁数，已经把这游戏玩得已经非常好了。哎，给我击个掌呀！你又强调我的本名，又强调我的年龄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你这脚打得有点疼哦。哎呦，杨紫唱的小邋遢，还有人没听过吗？小邋遢，谁家的邋遢？邋遢大王就是他。小娜